苗生产线的年产能是在3亿剂以上。在去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二条生产线的建设，当然目前还在最终的调试和后续的验证过程中间。如果这条线投入使用之后，我们的生产的产能将翻倍。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间，我们会有严格的质量控制，我们生产过程中间的这些中间产品以及最终的成品都会经过严格的各项的质量检测。